Hello， 大家好，那我们今天来下面一拳超人嘴强直男那弯盘。那我们上一部影片的话，基本上我们是打我们的道馆赛嘛。那今天的话，我们就打一点不一样。那这一部的话是泽平的4月15号的最后一支影片，好不好？第三部影片，接下来的话我就可以再及时更新一些就是消息啊，或是游玩的过程给大家看了啊、哦。真的是出远门，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麻烦啊，因为也不是去玩了，就会好累好累好累。好，那么今天的话，基本上我们来看一下、喔，因为我已经忘记我们之前是不是有在去挑战过，就是那个二郎的这个恐怖部队的，应该是有吧？我记得好像有，然后还被打烂，对不对？我们来看一下布阵哦，应该是有的感觉，但是好像说不要让那个大久远跟那个文少女在同一列的样子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就这样试试看，然后再带上这个增加血量这样子。应该是 OK 的吧，我们来看一下这样究竟能不能好不好打出好成绩，因为这个关卡我们一直都没有通关过，来看一下好不好，二郎究竟给不给机会烧爆他们，重点是他们的追击很恶心的样子哦。其实基本上我们只要努力的把他们一些角色先烧爆之后，哇，应该我们都有点机会，因为我们还是可以用奇遇老师的，你知道吗？还是有奇遇老师可以做一波使用。哇靠！你看这个，这两个在那边瞎鸡巴，有够扯哎、欸！这两个下去我们就要掰掉了，你知道吗？真的有点扯，好不好？有点麻烦。但是目前来说，我们说真的，我们只要努力的把那个把伤害灌在那个谁身上啊，就是只要努力撑到奇遇老师起来，我们今天应该又有一点小机会了哦。奇遇老师先锁他的大招，让爷爷流水盐碎拳没关系。啊啊！啊啊啊啊啊啊！但我觉得这次感觉好像有点小机会哦。哎，不是我在讲，真的是有点小机会。而且这边他流水元帅拳打下去，我们那个我们的杰诺斯不会死，因为他先不灭了。哇！但是云霞挂，我让你挂。少女也挂的话，这边有点凄惨哦，有点凄惨哦。原本是要用他的那个，哇，那可能要大炯眼站在前面了耶，我觉得。对，我觉得应该大炯眼站在前面了，不然这边扛不住啊，扛不住啊。然后这个先把你干掉，不干掉你。我们是没有办法做其他事情的。但是我流拳是不是直接把我们给轰爆啊？我记得之前好像也是死在我流拳身上，对不对？哦，瓦利达！但是我们的独角仙是可以活着的，所以我觉得，我靠，不是那，不行不行不行，那个僵尸男太逆天。我想一下啊、哦，这样子怎么样？让文少女晚点死，是不是有机会？来试试看 ，Go Go Go！ 不要怕，那该怎么办？该怎么办？该怎么办？文少女还活着的话，最后第二波那个追击应该会追掉蛮多人的血量的，所以应该是还行的感觉，到时候看一下。哇，这个好扯哦，那代表我们的杰诺斯绝对不灭会掉的，不灭是绝对会掉的，然后这个就先不开大。好，然后这个封他大招，直接布区被打出来了，要小心啊喂！天哪！欸、我应该先轰那个啦，要轰那个爷爷才对了，因为爷爷这边的话，待会他应该比较容易死。好，这边布区出来，可以不灭，全圈死掉，我靠！天哪，要命哦，好险那个谁还在，
哇，这边不需被打出来了。哇，可是螺旋烧尾炮挂了，那好像也不是一个好消息呢哦。好，然后西阿嬷先把这只给打死，然后文少女会追击，这只会死掉，没有，全部被吸收掉。哇操！哇哇哇哇！但是我们可以这样子，你先去死，然后这边炸一下二郎，二郎被追击死，他应该已经不虚了吧？我记得，我没有，现在才不虚。哦，碎碎碎碎碎碎碎，别死别死别死，我没死，哦哦哦，等等，哇可哇哇，可以吗？不行，呜。妖兽嘞！哇靠！啊！我的天哪、啊！好像有点麻烦呢。原本以为 OK， 但是好像不太 OK， 这样子嘞，这样打好像也没意义耶，这样子吧。大九眼在中间这样看看，这样爷爷的话，爷第一开始那个流水元帅全是打在独角仙身上，看一下独角仙这边反伤能不能再反多一点点，这样子。而且我们一开始如果没有先把闪光给打掉，好像也不是个好消息齁。因为一开始没把闪光打掉的话，他那边会有很多的那个，哦，这个好像是最好的结局，对不对？这好像是最好的结局，然后刷爆他，先把他不虚打出来之类的。哇，这样好像有点小机会了，各位，好像有点小机会了，各位，我们全部被吸收了，哇靠！所以我们是有机会可以第一波先把那个灌掉，对不对？先把那个灌到一个爆炸，然后哇，刚才那样到底有没有那个啊？有没有打出不虚啊？承担承担，是是是是。哇，大囧眼掰，然后再炸一下，有不虚出来了，可以可以，我觉得这次。这是应该特有机会的，但是这个不虚，哇靠！那先努力把他给打死了，天啊！先锁，而且我们待会还要面对那个，还要面对那个僵尸男啊，那个僵尸男也是很扯淡的那个角色哦。这个先，哎呀，我不该吸阿嬷的啊！哎、欸，他死了！碎碎碎碎碎！哦！哇！哇！啊！可以可以，但是重点是一开始一定要先那个哎、欸，就是那个谁，那个闪光那边一定要用这个方法，就是打比较高的伤害，然后爆死。因为他们那边过来一定是会先把那个，因为会先把那个杰诺斯打掉，打掉之后的话，那边如果能够爆死那个闪光，然后我们的文少女再用那个追击那个什么碎裂闪击去斩那个二郎，这样才可以赢。哇，终于，哇，终于击溃这个队伍，是好恶心哦！哇，好险，我们这边哇，好恐怖啊！
好恐怖，但是好爽啊！打赢这种关卡真的是很爽哎、欸，虽然不是用什么就是比较大家可能推荐的队伍，我用一大堆杂七杂八的东西去乱打，然后终于是打赢了，哇，有够爽，好爽好爽！但是重点是他那个是普通关卡，好不好？所以他还有一个精英关卡挑战，不知道开启了没？如果开启的话，我们可以再等我回来的时候再跟他介绍一下，哇！那大家是用什么队伍来打赢这个关卡？也可以在下面跟这边分享一下。我觉得这个队伍真的还。那个对面那个队伍真的还蛮恶心的，一直疯狂追击，但是我们终于是打赢了，哇，好爽，好爽，好爽哦！玩游戏就是这样子，哎，就是卡了你很久的关卡，然后打赢了之后，你就会很爽这样子。那欢迎大家分享一下你们通关的队伍给这边知道了，好不好？那我们继续玩到这边了，我是视频，再见喽，大家拜拜啦！